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，高温炎热，其他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，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几率。而另外今天西半部恒春半岛、东南部沿海地区跟外岛都有长浪的几率，提醒民众到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。来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30到33度，台北新北30到33度，桃园30到33度，新竹32到34度，苗栗30到33度。中部地区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，台中31到34度，彰化南投30到34度，云林29到34度，嘉义30到33度。南部地区台南31到34度，高雄32到34度，屏东降雨几率70%，高温来到35度。东部地区宜兰31到34度，花莲台东30到33度。外岛地区连江29到32度，金门30到32度，澎湖30到33度。